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，要面对的问题有11项那么多。取回圣殿的基地，已经1967年的那个六日战争已经拿到了，耶路撒冷已经拿到了。成立组织研究如何重建圣殿，恢复献祭，筹集建殿的基金和预备的材料，制造圣具，筛选训练祭司，缝制祭司的服饰，洁净祭司，寻找月桂和其他圣殿的物品，制建造圣殿，预备献祭的用品和恢复献祭，这些东西都要做才能够。我们来看 next， 这就是他们已经把第三个圣殿的模型已经做好了，以后的圣殿要怎么把这样建起来？就是将来你会看到那个地方就会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了，然后他们就有了这个叫半色克勒的推动，就是说每一个犹太人，每一个以色列人百姓，21岁开始，他们要缴纳半色克勒，就是这个钱币的以色列里面，你们去以色列就会有看到这钱币，他们一定要还，pay debt， 这个税就是要建殿的，21岁开始你就要还建殿的钱，然后问题来了，那个大祭司，圣殿里面的祭司袍，大祭司的袍是一种蓝料来的，要蓝色的，这个蓝色不是随便买来染就可以的，因为以色列要求很高，给上帝也是要求很高的。这个蓝料从哪里来的？这蓝料是从一个蜗牛的身上找到的。问题是这个蜗牛已经在全世界绝种了1000多年，自从所罗门王死了之后，这个蜗牛已经是圣殿灭亡之后，蜗牛也跟着失踪了，已经是绝种了。但是在1990年，很奇迹般的，在以色列的河又在生产，奇迹中的失散，消失1000多年，从1000多年的蜗牛又回到地中海，回到以色列，上帝的作为。OK， 他们要献祭，要宰牛的嘛，要献红母牛啊，不能随便买牛啊，想献祭的，他们一定要有一种的，以色列有一种的牛叫红牛，这个是蓝色，由这个蜗牛来染这个衣服，大祭司袍的这服，别的颜色不可以，一定要用这个染料才能做到的。另一个问题，你要献祭吗？一定要宰牛吗？是吗？不能普通的牛，马来西亚本地牛不能的，他们有一种的牛叫做 Red Heifer， Red Heifer 这牛呢，身上的牛是很红很红很红的牛，红母牛，因为太久没有献祭了，这个科技也没有了，他们过去的几十年都很失败，培育一种这样的牛出来，不能。直到1990年，他们成功培育第一只红母牛，这样已经站在你面前出来吗？牛哥已经回来了。这个千多年没有献祭，已经是没有在做这个东西，也没培植这个东西了。他们以他们的科技、他们的聪明、他们的技术，成功培育出献祭的牛，红母牛。他们已经在做这个，他们在逐步完成这个建殿的情况。我们去看这边。那么最后，圣殿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月柜。什么是月柜？就是里面 Ark of Covenant 里面有放十诫，摩西那个石板的十诫，放阿伦的那个杖，发芽的杖，里面还有那个叫什么玛拿，装那个玛拿的那个盘在里面。这个月柜去了哪里？这个月柜去了哪里？这个是模仿的，还找不到了。这个是模仿仿以他们圣经所描述的形容而
造出来的，这个是赝品来的，假的，真的不见掉了，真的去了哪里？真的去了哪里？诶，据说有三个可能性，哪三个可能性呢？我稍微给你看一下。自从以色列人第一所圣殿被毁后，耶和华一直下落不明，并且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神已经将他取去，存放在天上的圣殿了；有人认为耶和华在伊多比亚就对了，在一个伊多比亚的地方，有人一个地方有一个是藏在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大回教堂的地底下，有人这样认为。我们来分析一下，认为把耶会上帝把借走放在天上的，这可能性很低了，因为创世纪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九节说，纪念这七年的大灾难的后半年，神的天上的殿打开，在他殿中出现他的耶会，这可能性很低，不可能。OK。另一个说法说，这个耶会在那个伊多比亚的地方的埃塞俄比亚那个地方，为什么会在那地方呢？在所罗门的时候呢，有个女王，巴士女王，从南国的巴士女王来朝见扫罗王啊，所罗门王，然后呢，他就跟他睡一晚呢，就怀孕，又有了他的孩子。这个女王就带着这怀孕的孩子呢，去模仿以色列所有的圣殿的东西，也模仿了耶会放在那边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要去以多比亚非洲的地方呢，把这耶会带回来，这也不可能，因为如果是真的，也不是真的，你呢，它是复制品而已，也不算是真的。OK， 那么在圣殿山下的地下密室就有极大的可能。传统的虔诚的犹太人认为，耶和华一直藏在那圣殿山的第一个地下密室里面。由于耶和华一直都在圣殿中，所以虔诚的犹太人认为，这里所说的殿不是殿，是所罗门王为保存耶和华而建造的地下密室。从此，耶和华就安放在那里。最后，圣经考古学家罗恩一直在1988年声称自己在1982年发掘哥哥山上时，在耶路撒冷古城外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刚刚好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点下埋下20个英尺，发现了一个圣殿的耶柜。他认为这耶柜的第一所圣殿被毁前，神吩咐先知耶利米藏在那里。然而，威罗恩至今还没有提供清楚的有力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发现。到底耶和华在哪里？根据据闻，犹太拉比们对寻找这个圣殿的最重要的这个证据啊，显得不着急，好像不难把耶和华抬到圣建好的圣殿中。难道他们已经找到耶和华了而不动声色呢？还是他们认为，就算找不到耶柜，也可以重建圣殿，恢复献祭，反正以色列的第二个圣殿的也没有耶柜，第二次的圣殿也没有耶柜的。我相信呢，他们已经找到了，他们不敢把它面试。你想啊，如果面试就是圣经的预言要应验了，如果要应验，回教徒会做得很安稳吗？他一定想办法把这个耶和华给毁掉，所以他们就把他收在安全的地方，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，得着丰盛的生命，回到神的怀抱里面。来，我们做个祷告。